再一次。好。要不我们抓人呢？哦，不用不用。好，游客，谢谢。再三的游客。也是有了，那个我再跟客长两个联系一下。那个是你是我们公司。他是说，是里面请的，可是在那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在管理，因为是三张管理处的。那你说那个人在那讲的，因为现在公三张管理处那个人在很少。好的，那我们那里有三张，因为这个要他们管理。啊，我今天参与今天的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是由我们的协会哈，那里李彩头休闲农业区的一个休闲农会，我们徐老师的带领之下哈，来这个追着火车来跑步哈，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不仅呢，大家来了解二水，也跑出健康。好，那因为今天的活动哈，人潮相当多。可以让人家来了解我们二水这些的田园风光看着里面的风光以外了解我们地方的产物，带动我们的观光以及我加上我们的产业的这样一个连结哈。那二水好山好水哈，希望大家有时间都来我们二水来这边观光来这边带动我们的产业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只要是生产、生态、生活三生的结合办这一次的活动，那体验我们二水的山好，就是阳光、绿野，还有空气好。那我很欢迎啊，来自我们台北、高雄、台南各地的好朋友、贵宾到这边来，帮我们二水啊打知名度，让我们二水有一个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地方。那么假日到哪里去？到二水来。哪个地方最好玩？比仔头休闲农业区，谢谢。要照一下子，再照水的香醋，看到香醋。好了，好的，美。好，谢谢。再一次，好，最后车，耶、yeah! ！